你的一盘子不够你吃啊，还上这里举，所以你就不好使的情况下，你能不能搁你跟前吃饭？那盘子都快让你出溜出去了。我这是咖喱，我不得吃这个菜吗？那都。哥，你吃咖喱的时候，你那勺不好使，二姐给你来双筷子，咱用筷子夹不好吗？我使筷子，他老说我。这是管啥的？这是管什么的？真好吃。这顿撅，不知道以为这是小船，人家给它划出去呢。我想给它划翻呢。我看你也像。太香了，这咖喱做的老好吃了。要记住了。这家伙瘦的，吃点肉。我都吃老多了，吃这里的嘛，这鸡肉。吃点肉。给你，我吃鸡肉，这里面鸡肉老香。那条鸡腿肉好不好吃？不想和你说话。跟你说话呢。少管闲事，说句实在的，跟你一起吃饭，没吃就饱了。下去吧。